没有粗裂的，现在请粗裂，来到我左手边。第二，你身上有任何伤口有包扎的。第二，你身上有任何伤口有包扎的。 第三，你现在人觉得不舒服，有发烧的。第三，你现在人觉得不舒服，有发烧的。好，都请出列。好，因为成功领的替代役要求就是全身在检查一次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在这里要求就是有刚刚有三种抗样的同学，请您务必出列。好，那跟各位家长报告，为此地精的入营之后。 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有一个贴心的服务，会在您当初，兵役资料上所留的手机号码，发一通平安简讯，告诉您，您的子弟已经平安到达营区，这是我们殡仪局发的简讯，请您放心。